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是过完年膨胀了的波子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前段时间 B 站搞了个30天 Vlog 的活动，让很多本身喜欢 Vlog 的朋友开始了自己的 Vlog。最近我发现有很多使用 Final Cut Pro 的朋友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：辛辛苦苦花了几天的时间剪辑自己的视频，但是最后导出并上传到 B 站的清晰度并不是很高，给观众的感觉就不是那么的舒服。我之前也在 B 站找过关于 Final Cut Pro 压制视频的教学视频，但是并没有找到很详细很好的教程。那么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是如何用 Final Cut Pro 压制能够避免被 B 站二次压缩的高清视频的。在教程开始之前，我还是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。我是来自广州的波子，A.K.A. Boost。目前是一名产品经理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做各类产品的评测和跟 Vlog 相关的教学视频，当然还会有我的 Vlog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吧。在我们导出和压制视频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 B 站投稿页面上的文字说明，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B 站的视频是 H.264 的视频编码，码率最高是 6000kbps， 采样率是44100，逐行扫描的方式。注意看最下面括号里的话，不满足条件的视频会被系统二次压制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的视频参数超过了这些参数，如果你的码率或者分辨率比这些大的话，就会被二次压制。那么如果我们要避免被二次压制的话，我们就要在 Final Cut Pro 导出的时候就直接把视频压制成这样的参数。但是你会发现 Final Cut Pro 自带的导出预设里能设置的参数特别少，它不能自定义视频的码率和采样率。如果你直接用自带的导出预设导出一个 H.264 也就是 MB4 的视频的话，你会发现导出的视频的参数还是会超过 B 站的标准，还是会被二次压制。所以接下来我要介绍这款软件给大家。 Compressor 是苹果自家出的编码器，它能够提供给我们更多的设置选项，定制符合我们要求的编码设置，而且它有更完善更科学的工作流。首先我们打开 Compressor， 打开之后可以看到左上角这里有一堆的编码预设，这里我们可以不管它，我们现在先点击界面左下角的加号按钮，然后点击新建设置，在弹出的弹窗中格式选择 MPEG4， 也就是 H.264 格式，这里的名称你可以自定义，这里我就直接改成 B 站 6000kbps 压制吧，然后点击好，然后你新建的预设就会出现在左边的自定列表里面，然后选中它之后，右边可以看到一堆参数，默认位置这里我们选择桌面，也就是压制完之后导出的视频就会放到桌面里，然后格式这里不用管，就是导出视频和音频。接下来再看视频这一页，帧大小我们这里不需要修改，自动的意思就是说你在 Final Cut Pro 剪辑的项目是 1920x1080 的话，那么这里压制导出的视频也是 1920x1080， 帧速率这里的自动也是这个意思，这里我们都不需要修改。我们需要修改的是数据速率这一栏，也就是视频码率，先点击这个下拉框，然后选择自定，然后在输入框这里直接输入6000，按回车。接下来看音频这一栏，我们需要修改的就是采样速率，也就是音频采样率，它的默认参数是48，也就是48000，然后我们需要把它改成44.1，这是 B 站的标准。这里的位数率你可以自己设置，默认是128，如果你希望你视频里的音频听起来音质更高，那么你可以把它设置成320，只要不超过320的话都是满足 B 站的标准的。那么设置的部分我们就搞定了，接下来我们打开 Final Cut Pro， 打开我们需要压制的项目，打开之后点击左上角的文件，然后再点击发送到 Compressor， 然后你就会在 Compressor 上看到你的视频项目。接下来我们选中这个视频项目之后，点击右边的添加按钮，然后选中我们刚刚设置好的预设，
这里的位置你可以自己修改，在这里我就直接默认是桌面了，然后点击好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项目已经被设置好压制的预设了。我们点一下这个预设，然后在右边的设置栏里面再检查一下参数是否正确， 1080p 29.97 帧6000，音频是 44.1， OK， 没问题。那么没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压制了。点击界面底部的开始批处理按钮，点击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活跃这个界面下看到压制的进度。压制的过程中，我们尽量保持电脑没有再进行其他占用资源的软件，这样的话压制速度会快很多。由于我这里正在录屏，所以大家看到的这个压制时间可能会比较长。A few moments later. OK， 现在视频已经压制好了，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。偶尔会更新我的 vlog， 如果你对这些没有小米 Mix 3那样的 AI 键模式进行匹配。这个方法不仅仅可以用来压制 B 站的视频，还可以用来压制其他视频网站的视频，只需要你能够找到他们的参数标准。OK， 今天的教学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波子，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订阅、投币、点赞、收藏哦，你们的每一个订阅和投币都是我不断更新视频的动力，谢谢大家。